哇，弟弟！哇！要扣十块钱。嗯，知道。哎呦！啊，好大！哇，那个黄色的那么大吃哦！真的？你在干什么？喂鱼。丢、哦。对对对。我吃掉五颗。哇，那个好大，他们都好大吃哦。可是那里很多吃。黑黑的是小小吃的。前面呢？爸爸。呀。喂。那你去呀、啊。再给我一些，真的。那给妈妈，叫妈妈带去掉。给我，再给我一些。这家再给我一些。小心呐。天堂，那里也有。一一对呀。呀、yeah. ，对呀、啊。哟、嗯，胖嘟嘟，它是什么鱼啊？锦鲤啊。哦，那个那个那个在怀孕呢。黑色的那个。那个啦。来，你会上去哦。来，等一下，爸爸拿，爸爸拿，你坐好，爸爸拿，你两袋给我，可以吃。对啊，我上那一次没。那是大只的那一次。很像怀孕的。青龙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小心一点。黑色的很凶。黑色就在那边。干嘛睡？哇，鱼啊，鱼都是肚子饿了。反正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吃啊。弟弟可以跑啊，嗨，开心吗？嗨，弟弟啊。
他要上去。